尔时，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成佛为例，普观一切菩萨众庄严海矣，即说颂言：诸波罗蜜及诸地广大难思悉圆满，无量众生悉漂浮，一切佛都皆严净。这个是地生众的菩萨，这个一生众的菩萨以海月光大明菩萨为首，他普观一切诸菩萨众庄严海矣。那么在这个会中，在这个海会当中啊，华严海会的啊，咱们上讲普贤菩萨是同声啊，这以下是异声。名字呢，以前菩萨是同的，是普，这个不同了，各个的有各个的功德名号。海月光明大菩萨摩诃萨，他得了出生菩萨住地住波罗蜜教化众生严净一切佛国度的方便解脱门，无量法门之中他仅得到严净一切佛国度的方便解脱门。住波罗蜜呢，咱们前头讲了很多了，不详细讲它了。住地，住地呢，就是从菩萨的初地到实地，每一地的菩萨所有他的行，他自己的修行啊，乃他所成就的德，修行一定有所得，所得到的好，他修行法门的好，甚深广大。难思呢，是一般的你想象不到的，思维不到的，这是一片凡夫说了，想象不到的，他已经都达到圆满程度了。说以这个波罗蜜，波罗蜜叫道比那啊，住波罗蜜包括了布施、因缘、禅定、自定了，乃至会了、方便了、利了、善巧了，包括在内的，这个已经得到究竟，究竟了是道比那的意思。一法能得到，一切法都入事，这是海月光明大菩萨所说第一个颂言。入佛教化众生类，十方国度皆充满，一念心中转法轮，普应群情无不骗。这是云因海光离垢障菩萨摩诃萨，他赞叹佛的偈赞，佛教化一切众生界，这一切处都充满，佛教和众生得有处所呀，就在十方国度皆充满，充满的意思啊，就没有余余的意思啊，这一念心中转法轮就说法，普愿群情无不骗，众生有缘者，他所有求的，佛都现其中给他说法。佛与无量广大劫普现一切众生前，入其往心广修自四彼所行清净处。至圣宝寂菩萨，他赞叹佛的也是他自己所得到的法门。什么法门呢？
是在不思议劫，就是时间呢经过非常长，在一切众生前嘛，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得清净就是没有烦恼了，得这么个解脱门。我国十方无有余，一见诸佛现神通，悉作道场成正觉，众会闻法共为摇，功德自在王菩萨摩诃萨。他得到的法门普见十方一切菩萨，出依道场种种庄严的解脱门，出依道场将要说法。说佛呀，在他成就了佛果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度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八相成道的，那其他的佛果道那些菩萨成就的时候，他有种种的庄严，那不止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各个佛成道的因缘都不同。那么功德自在王净菩萨呢，他证得了能知道一切诸佛入道场的时候种种庄严相，广大光明佛法身，能以方便现世间，普随众生心所要，悉成其根而于法。善容猛莲花吉菩萨，他证得的佛的广大光明的法身，这是法身佛啊，广大光明的法身。光明本身就是在说法了，但是众生不能理解呢，就是以方便善巧出现于世间，随着众生的缘，随着众生的喜欢爱好，给他缘说法，让他们呢能够得解脱啊，能够得度。真如平等无相身，离垢光明净法身，智慧净净身无量，普将十方而言法。普自云日床菩萨，他得成就了如来的智慧，常住世间，就是常住世间，常时化度众生，应十方的机而给他们演说法。真如平等无相身，离垢光明净法身，智慧寂静身无量，普应十方而言法。这一计啊，这一个计算，要多解释一下子，是吧？这是前头的十菩萨，到此是第六个位菩萨了，要把这个总的解说一下子，后头还有四位菩萨，就是他们所证的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个十个菩萨所遇佛的境界，虽然十个法门各个不同，但是体呢是同的。真如平等无相身，这是我们以前都讲的多少次了。真如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就是毗卢遮那提本体。毗卢遮那佛的本体，佛跟我们众生在真如是平等的，在佛的无相身是法身，法身也是我们现在所具得的，
就清净的无染的发身，无相呢就是真如实相，一心法界的体，身呢这个身是指法身说的，不是指化身说的，是要佛的体的法身，离尘不染，离障清净，但是这个是我们也所具足的，一切凡夫都具足，平等法身，凡圣同等，但是我们这个法身现在被我们的贪嗔痴妄想杂念烦恼所缠法住的，法身不现了，不现了。那我们现在所现的是报身，我们这个报身跟佛的报身不一样的，佛的报身是功德报，我们这个报呢是业障报，给我们造的所有的恶业，他就把我们法身给障住了。只有在禅的真如对众生说，有禅有术法，有垢眼，没得光明，没得光明，也就是说没得智慧，这些在禅的，咱们讲前头所讲的这些菩萨无畏菩萨，他所证得的法门都是除禅的法身，除禅的禅，离开了烦恼了，离开的垢眼了，离开的妄想执着了，那光明就有了。咱们现在光明没有，没有，还没离开垢，没离垢，烦恼习气全在的，所以光明就没有。要除了禅呢，离了垢眼呢，光明就具足了，就是凡夫与佛不同的，一个是在禅，在禅呢就被什么缠住了，被烦恼无明贪嗔痴爱身边借尽邪十种邪是邪见，这个就把你为在，就把你障碍住了，清净不了，这是要在禅的真容。那前头讲的是除禅的，没有禅法了，和清净的法身，那指佛菩萨说的。佛是究竟的，菩萨是未昧究竟的，但是他们已经离开尘垢了，逐渐的清净了。智慧究竟身无量，普现十方而言法。因为由于出禅缘故，离开禅了，没有禅法了，那你大众现前了，用在立身事业，这要事上来说，要理上说呢，他体出禅了，没有障碍了，光明显现了，清净无垢了，那这个是得到的法身，法身啊。但是这个法身它的作用能现于报身，把它无量劫所修得的功德的报身，那再我们说是卢舍诺佛，卢舍诺佛，那么以这个报身相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众生见了报身相他就得度了，菩萨是见的报身，但他悟得了法身。咱们现在凡夫，咱们经常开悟吗？明心见性吗？也悟得了法身。悟得法身呢，没起报用，
没起报用，那还得修啊，修起报的作用，修起用的智慧，完了利益众生事业，智慧的寂静的这个身，它含着无量德、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能普现在十方啊，给众生说法。我们经常说法，说法的含义，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了生死的方法、断烦恼的方法。但你得学啊，不学嘛，没有方法，没有方法，没有善巧，你是不会的了。不是说你学成佛了，你学个开个车都不容易，你开车不出车祸那更不容易，开几十年车平平淡淡的，他不急不躁，不争先落后，开得稳稳当当的。凡是出车祸的，大家看吧，大多是争路抢先，或者开高速车，或者喝酒开车，酒醉开车，但是他缺乏一个，胡思乱想开车，这个没有，就这么佛教指导，当你心不定，开车时候还想别的事儿，也容易出车祸。拿这个例子比，说你要想得到真如平等的无相的法身的体呀，你安静一点，对，不要烦烦恼恼的，我们讲寂静吗？寂静的含义呢，就叫你安心，你定下来才有智慧，你才没有烦恼了。经常说光明，说智慧，光明智慧是做什么的呢？光明是对着黑暗的了，黑暗的你容易走错路，乃至换句话说还可以遇见鬼，夜间嘛，黑暗嘛，还遇着很多磨难，明明没有路，你要往前走，容易摔跟头，还容易掉到坑里头，但是你有了智慧了，那不同了，你心里安安静静的，那有光明的，有光明的就没有黑暗了，把黑暗就破除了。这让通俗的讲了，要就教义上讲，一个子一个观，子就是寂静啊，说你做什么事啊，把心定下来，这叫子。观运用你的智慧，看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怎么样修才能进步得快，这叫子观双运呢，有定有坏，那你子观双运所证得的这个身叫法身，叫报身，叫化身，都是为了众生而示现的法报化三身。化身就随众生的缘，随缘给他说法，以你善巧的智慧，然后去度他呢，度他成道，他是个和尚，那你就现个和尚身跟他一起修行，叫他成道，说你示现一个比丘尼，那你示现女身，帮助一切比丘尼道友成道，说你是优婆夷，那你现在叫女人身，
三宝弟子女众，优婆塞三宝弟子男众，这些还不够，世间上百行百业，那菩萨要对这一类做这一类众生的时候，他就得示现这一行业，这叫示现同事舍，他很困难，你用财富支助他，你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那你说话他就听了，这样度众生，还跟你说好听的话，对，说好听，说说众生嘛，让他听得高兴嘛，以后你间接地引他入佛道，这个就叫什么呢？即有智慧，随缘意，不失本体，寂静意，这叫随缘的意跟寂静意，这叫寂和照。这是本体的发生的所叙述的德，照呢从本体所起的智慧照了明达，这样来度一切众生。因此啊，佛身是无量的，佛身是无有身的了，它是以智慧寂静为它的身，所以身无量的意思就是说众生无量，要随众生的种种身，随众生的种种的事业，完了才能给他说法，他才能够领受，才能领受。为到我们的威是佛的教导，佛利益众生，把众生看成什么呢？看成是父母，看成是自己六亲眷属，看成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第一个，你先得尊敬众生，完了你这来渐渐引诱他入佛道，一个轻慢心，对众生娇慢，众生本来都具足的，他的德相就是这样子，烦恼特别重，娇慢，多没知识人，他因为他知识啊比别人高，多贫穷的人，他也不服气，他也不比人低一等，就是众生的慢呢，那菩萨度众生呢，他说善巧摄受他，所以叫普应十方。佛对一切众生应以何殊恩德度者，即现何身而度他，并不是都现佛身。咱们众生啊，这个众生的习气啊，业障啊很多，引起诸佛菩萨度众生，他必须有很多的方便善巧，因此啊，在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要用的很多的方便，很多的善巧，应当呢善用其心，度众生也得善用其心，化导众生也得善用其心，说你自己想修道也得善用其心，对，你用得好了，智慧用得很，有智慧的人，他处处都是方便，都是善巧，都是解脱，没有智慧的人呢，那就是术法了，没有智慧，没有放脚善巧方便坏，本来你去帮助别人去了，不但把别人没帮助得到啊，
反倒把人家害了，也把自己害了，这叫没智慧的立身。那像我们现在说没有发普贤大横心，发文殊大智心，要利益众生，但是你方法不对头。对，本来是帮助众生的，让路众生解脱的，结果适得其反，不但卖帮助他，那叫烦恼使道，更加增加烦恼。他增加烦恼，把你也带了。你菩萨道不但没行好啊，反倒随着众生界转了。这有什么现象呢？如果我们入世间，入世间而不演世间法，如果没这个本事，入世间就被世间转了。我看见我们那个刚发心的小孩子，最近没有一帮小道友，13、14、15、16，这个年龄的，写个自传呢，我为了发心度众生，弘法利益众生。好，我们得怎么样弘法，怎么样利益众生，什么也不知道，学来的，开口就是弘法利益众生。什么叫弘法呀？什么利益众生啊？你自己连法还不知道是什么，你当众生还没当完，当徒弟还没当完，没当了几天徒弟，想当老师啊？太劣等了。我们讲这个《华严经》的法呀，大菩萨的，大菩萨的法。啊，我们大家是种善根的，我们把这个标准目标啊定得非常高，非常高。哪这个这小孩子，刚学佛法，刚出家，懂得学佛法，他要弘法利众生。愿可以发，但是事情啊要做起来可就难了。你说对，另外我们这些小和尚最近给他们上课如瑞法师给他们成立班，找几个老师教，加减乘除的数学还不会，小九九还不会，他要想微积分来学行吗？现在没让他听华严经了，他听着也浪费时间，他不知道这时候。现在我们很多道友听华严经的是浪费时间。像我念这个，我不用这么很浅的方式来解说呀，你没办法进入，就用这么很浅的，这不是华严义。华严义什么呢？让他悟得本体，比如大菩萨，大菩萨所做的事业，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一类的大菩萨，他们所利益众生的，他们有这个智慧，他们的身是智慧寂静的身，他能实现无穷无尽的身。这因为和身得度者，他就实现和身。他怎么能够运用？这里头就讲的这些大菩萨运用的方法。那我们学他，学他，学大法，学大法，主要的扩充我们的思想，不要太局内了，心里不要太小了，不要光看看五台山，
五台山往西边去吗？还有大同，往东边去吗？还有太原，再往前走吗？南京、上海，往北面走吗？天津、北京，那地方大得很。这开开你的眼界，不在山里头光看见北台了，看见中台了，看见西台了，看见了没有？我们都看见了。你看见的中台，文殊菩萨在说法呢，说法台你不知道。戴罗顶，文殊现的五种身，你也不理解，你看的是现象，不能印的本子。那学华严的意，容母的智慧，知道这一切法利益众生的善小方便不是真实的，懂得这么个含义，这就是华严意。随众生缘而现的一些现象，这现象都是假象，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但是众生不理解，不理解怎么样呢？也不能够进入。那么就先让大家理解，有这种智慧了，学来的，不是挣来的。这种现象是跟着佛、跟着菩萨、大菩萨学样子、学做的。从这个入手，这个入手。我们这个真如的法身，随着众生的感，就是普应十方而演化。就是随着众生的他的根基，他的感，感就是他的求，求，而给他说法，那各个佛不同，他立身的方法也不同，法身本体诸佛都是同的。包括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同的一个，但在用上它，用上它不同了。一个是明白的用，一个是糊涂的用。糊涂的用就叫在禅，明白的用就叫清净。好像都在这个世间，都在行五欲境界，你在五欲境界就沾就眼就馋就贪恋。那诸佛菩萨在五欲境界里头，他知道是假的、空的、没有的，他的心不贪恋，身没有染污的，意呢不颠倒。那么我们就从这样子知道一切诸佛的法身是清净的，我们的自身也是法清清净的，但是我们的相用不清净了，诸佛的相用是清净的。说我们一说到智慧，智慧，智慧就是印知，就是知，简单说就是知，说知道什么都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一切诸法是空的，没有空的，还贪恋什么呢？他就不贪恋了，因为有才贪恋。知道诸法的空，空到什么程度？到了真空了，就变了。变了什么了呢？变了妙有，真空不空，什么叫妙有？刚才说没有吗？是没有啊，是妙有啊。妙有又不是有，
妙有是显现真空的。这意思什么意思呢？佛证得妙有了，妙有了，他知道一切众生没有达到这个，他视线的妙有来利益你，来帮助你，回你跟你做父子啊，或者跟你做夫妻呀、或者跟你做你的儿子啊，视线六亲眷属，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也达到跟他一样的，也应是真空，你应是妙有。这就是菩萨，大菩萨化现众生的方法了啊！因此在偈颂里头，诸佛法力皆清净，智慧入空无有边，西外开示无余隐，不使众生同悟若。开示给众生，没有隐藏的，也没有遗漏的，也没有什么叫秘密。我们认为啊，密宗一定有些方法，这是世俗的眼睛看。我们在世俗看见有些秘法。我当小孩的时候听见说的，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入什么里门，那是我们中东北的外道很多里门。你要想求法呀，得给他好多钱，完了到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头，窗户都把它封闭起来，什么呢？法不传六耳，只能四个耳朵，他两个耳朵，你两个耳朵，不能说给第六个耳朵，六耳就第三个人了，不行。传给你之后了，你不能跟你父母说，不能跟你妻子说，换句话说，不能跟任何人说。告诉他什么一个秘法呢？观世音菩萨，这叫五字真言。你这赶到我们到和尚界里头，赶出家之后了，好，观世音菩萨到处贴着，不但是六耳啊，无量耳都可以听。必须做起神秘。那完了，他又有说了。说你那个观世菩萨，你们说的观不是观音菩萨，我们这个不传六耳的观世菩萨是真的观世音菩萨。那我们东北的道门这叫什么慈善会，慈善会，那说我就听到的看到的，赶到我当和尚去了，到了东北去，那个道德会啊，望国道德会讲。那个是老仙寺，他叫仙寺，老仙寺还在。我说你现在呀，给我当小徒弟资格都没有，你什么仙寺？他说你们讲什么？我说我们讲空，你这就瞎掰。我说观世音菩萨有叫观自在，你知道吗？有叫观世音，你知道吗？我说他有一千个手，一千双眼睛，你知道吗？一切入法都入世。我们再学华严，当你没有干什么了，把这华严经看的呀，又深又大又广又无奈。但你进去了，你不有一般的道友吗？天天都送华严经吗？等你送了好多年了，你再一看，你能进入了。如果你听不能理解，你多念多看，就像你学手艺一样的，经过几年的功夫了，熟悉了，熟能生巧。等你一熟悉了，你就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告诉你了，这句话呀是要让你断烦恼的，了生死的。那你就又追问了，什么是烦恼啊？
这个问题很不好答复。什么是烦恼啊？什么是无明啊？这故事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唐朝有个宰相叫于超恩，他问果斯，他说：“果斯啊，请你给我说说佛法吧。我就不懂得什么叫无明啊？无明从什么地方起来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很不好答复的呀。那我们这果斯很善巧，你这种语言怎么给他答复？什么是无明？无明从什么地方起的？他又落到什么地方去？他用反的方向，就要彻底的方向吧，来答复他。他怎么答复的？说你一个奴才还问佛法，你资格不够，你是奴才佛。那于超恩就火了，不是火了呢？他是宰相啊，他是皇上的奴才，不是一般人的奴才。那一般人都是他的奴才，他就发脾气了。他刚一发脾气，这个果斯跟他说了：“无明从此起呀、啊，无明什么地方起来？就这么起来的。何者是无明？这个就叫无明。”明白了吗？无明从此起，此就是无明。那这于少呢，当下他就明白了，他真正明白了，这是谢恩了，谢恩了。那我们就研究研究吧，什么叫无明？简单说，无明就是没有光明嘛，没光明。那说法，说法没得智慧，智慧就是光明业。你念《华严经》不明白，人家念了人家明白，那你有无明，他没无明，这就很简单了。当你打妄想时候，想怪咳嗽时候，那叫无明咳，说钻到无明咳里头去了，睡大觉吧，那就叫不明白呀、啊，很简单。醒了，醒了又明白了，明白的很有限呐，只明白你的生活规律，怎么活着，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休息，其他的你不明白了，懂得这个道理了，才知道法王的一切的力都是清净的，智慧是什么样子？智慧是空的，空在容纳一切，这样呢，从世俗上很浅显的，完了再入到甚深的佛教道理，但是这道理非常很深，怎么深呢？从你的凡夫烦恼习眼很重的，把你转化成为诸佛，也成为佛，这里头没什么隐瞒的，也不会有遗漏的，也没有什么秘密的，有什么没什么显的，但是只是说《法华经》说吧，开示悟入，让你入佛的之见，所以说啊，给你解说，从浅的解说。完了，使你能进入，这得看你个人的所需学习的积累，这种道理你不能深入，你可能一步一步的入，就像须菩提问佛：“我这个心住不住？怎么样住心呢？怎样降服我这个心呢？”你怎么样住，怎么样降服啊？这有位道友，他问我，他说我从南方来的，到这个来抄五台山的，
刚遇见老法师你讲这个《华严经》，我想听，我业障现前了。什么业障呢？无缘无故的手痛，这很简单嘛，医生检查一下嘛，是骨头吗？是风湿吗？到医生一检查就知道了，是你手痛啊，是你心痛啊，白天有光明他手又好一点，要到晚上痛的就不得了了，连睡觉都睡不成了。他说这个是不是业障现前呢？我刚才讲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你可以观想一下啊，是业障现前吗？你不要这样认识啊，你业障早现前了，你这个身体就叫业报身，这业障现前了，障中之障。我说老了，这个有生老病死四种，那这业障现前了，这是病，病怎么办呢？找医生。这是身上的病找医生，但你心里的病找医生啊，找佛，找菩萨，大医生，先医身后医心，你先医心后医身，怎样助心，怎样降服你的心，心有了，住出了，心有住没有住，叫你修啊，你修，心有住吗？就是先把心找到，你先把心找到，你是睡不着觉痛，谁在痛啊？找找痛吧，观察观察，有觉觉痛，你有个感觉，感觉是很痛，但是这个痛啊，无痛痛觉，痛痛不到你感觉上去，你感觉跟这个痛是两回事儿。说生死，因为有生，你这个身是生生身，有生必有死。你看看这世界上哪个人不死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的儿子死了，小孩子死了，这小孩死了好多天，他妈妈就是疯了，精神失常，抱着这死的儿子到处找医生给他儿子治病，让医生把他救活，找来找去的，抱着那小孩都臭了，时间久了他臭了，别人给他说，你找别人不行，你找佛去吧，看佛能给你解决。他抱着小孩到佛的精舍来了，他请问佛，佛呀，他们都说是只有佛你才能救我，要能把我这个孩子救活了，我才能活，说我孩子啊救不活，我也就活不了了。佛说我能给你治，说你的孩子啊他是死了，死了我能把他救活，但是你得有个方法。什么方法？你到这个街上去问，看哪家没死过人，你就问吧。
如果你问到有一家说他们家从来没死过人，你再抱着小孩子活回来，我就给你治好了。那么他就到处问呢，这街上都问遍了，没有一家没死过人的。不是祖父死了，祖母死了，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弟兄姐妹这都死过人。他问了问来半去，他就抱着小孩回来了，跟佛说，他说不用佛解答了，我明白了。他也不疯了，佛说你明白什么了呢？他说人毕竟得死，因为什么？没有一家没有一家说他们家从来没死过人。这叫开悟了，开悟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就放下了。这个道理大家懂了吗？懂了啊，没死过人的，都死过人，就是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那么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一切有为法，它毕竟空，有必对的没有，不是永远永远有的，有一定到最后没有，它有成，它一定有坏呀，这个道理都懂了吗？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再进一步修，佛的法身、报身、化身，还有个一生身，有时候我们说三身，是佛还有个一生身。什么叫一生身呢？随众生意。这就是说应以何身得度者，佛给他现什么身，现这个身呢是假象，比假还假，就是假中之假。一作意就生了，一作业他又灭了，叫一生，这就幻化的。再让我们看电视电影，你电门一开什么都有了，电门一关没有了。任何境界，你看任何境界像，你可以做你参，做你的学的启发。好吧，法王助力皆清净，智慧入空无有边，这句话你不理解，你不要太执着了，你从侧面、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找它方便的善巧。找到了，知道了什么呢？找到了，知道是空的，这就叫智慧。知道它不存在，因为它是合合体，合合体，一分离了就不存在了。咱们经常形容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假合。地水火风空，加一个，加个五个，加空一个，最后空了。地水火风，一切事物都是地水火风成长的，这叫四大组成的部分，缺一就不成了。你从这些去观，能观者就叫智慧。所观者就是境界，能观关于所观，所观的境界相啊，无常的，是空的，你能把境界相观空了，你修道啊，已经进入了，将要成就了，说你能把境
外边一些环境，用你的智慧把它转化，转化，不随他转，让一切境界随你转，观境皆空，这叫空。如果你被外头境界转了，那就是生死啊。那你解脱不了。心能转解，那跟佛跟大菩萨一样了。说你的心被外边的境界转了，那你就是凡夫，那落到生死堆儿去了。这个你可以观的了。谁关的了？你关关春夏秋冬，关的身体，就是法府啊，脉转筋摇啊，你脉要转的，筋要是转的，特别到老年人，腿要抽筋啊，手也要抽筋啊，胳膊要抽筋啊，一身都要抽筋，凉点不舒服了，热点不舒服了，看你好吃的你多吃一口，消化不良，毛病来了，吃少了吧，营养不足，他又饿了，很难调啊，很难调，怎样把它调好呢？以假对假吧，以假对假，以真对真，这慢慢的观，行，你对你身体不要太将就它了。不要太僵他了，越僵他越出毛病，看破了，放下了，多自在一点，毛病要少一点。我有人问我，你活到90岁了，你有什么这个养生之道啊？为什么活这么长啊？我说我养生之道你做不到。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多耐饿，多饿一点，寿命长一点。耐饿，耐饿活得长。我说是啊，少贪欲，少贪欲，这是第一啊。第二，少烦恼，什么事不往心里去。社会说不往心里去。他说那你是个傻子。哎，我说我还傻一半，怎么叫傻一半？我说我全傻了，我能活200岁，我傻了一半。大概90来岁差不多了。怎么讲呢？大家知道羊头八怪，他写这个难得糊涂，我说胡说八道，我们和尚就是求智慧的，干什么求糊涂啊？智慧跟糊涂是两回事的了。难得糊涂，糊涂就是没智慧了，还能解脱吗？寿命长，寿命长有什么作用？你看这批三，恐怕不晓得经过几千年、几万年了吧？无知啊，对啊，什么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处？你说，这有什么用处？我在西藏，他说那一个西藏的羌塘，像北部西藏北边，他说有一个老头不晓得好多岁数了，大概好几百岁了，我们就好奇呀，我邀和几个人就到那儿去访访他去，他离着拉萨1-2000里啊，骑马走20多天，找到那个地方，那地儿没有人烟的了，也没有粮食，也没得五谷。他穿的是牛羊，吃的是牛羊，穿的皮袄一件，冬夏秋冬一件皮袄，怎么穿呢？夏天翻过来，里头皮板是凉的，毛书油抹的流光锃亮，冬天翻过来，毛糙里，无面羊裘，四季常如旧，不管春夏秋冬，就这么一个皮袄就过了。多大岁数了？问他，他说是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生的？他说生的时候那皇帝
叫这个乾隆。说乾隆哪年？不知道。问他说，拉萨现在达赖到了第几辈了？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离开他了啊，我们这些个同去的道友们啊，这真好，像他这样真好。他说你怎么看法？我说像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们说有什么意思？跟石头跟牛马有什么差别？大家想想看嘛。人是要有知识有智慧的嘛。你跟石头一样跟木头一样，你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人说有不同点，就是智慧的差别嘛，这差别嘛。你长寿有什么用处？尽量人家帮助我，我从来不利益人家的，你这个人活着有什么味道呢？人是给别人活着的，不是给自己啊，别搞错了。搞错了就是啊，人人为我，下去呢我不为人人，这活着有什么用处？对，说佛菩萨他修道成佛为什么？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啊，看见众生苦难太深了，我要求得知识求得智慧，有知识有智慧了给他们解说让他们解脱，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了，没有用处。就这样子，生老病死谁也离不开呢，爱别离怨憎会谁也离不开呢。人的生命在什么？佛说的啊，佛问的他的这个弟子，人的生命在什么啊？有的说人的生命啊就是一个月，有的说呀或者一天啊，佛说都不尽当。另一个弟子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间，气出去了回来回不来都不一定了。咱佛说子尽道矣了，说你呀尽道了。我们观察自己随时可以死。还有我一个老道友，他在那翻译经典呢，他拿起笔在这翻译呢，他的眼睛都近视到2000度了，带两个镜子还能翻下去翻。头天我看他还去翻，就在广济寺啊，在北京广济寺。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船空了，人没有了。我问正国法师，我说老法师呢？他说昨天死了。啊，我说死了，死了好了，死了谢他了。对，不死多困难呢，眼看不见还在翻，死了死了不就好了吗？死了不苦了。生死人常理，这是人生的必定的规矩。死应该高兴，特别我们出家人，你可死了，这一段可了了，再不受苦了，看破放下就自在了。人哪个不死啊？死不可怕，看怎么样死，死的时候自在不自在，痛苦不痛苦。像我说这个老道友，那现在那广州寺里头他那个塔子法尊法师就他的嗓子，他这个在翻译呢，那笔一掉地下，掉地下他手拿不住，手一上掉，他就一捡笔死了，就这一捡笔就死了，笔也没捡来就死了，好痛快啊，很痛快，这样死死多好，也没得病也没得什么，少好多麻烦，少好多痛苦。对，但是如果是
没有修道，没有修成，那还得来呀、啊、再来又痛苦了。像我们说这个住法王住律皆清净，智慧入空无有边，这个他就自在了，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化这个身就化，哎，我这段化身圆满就走了。我真羡慕窥基大师啊，像我们的过去那些大师，他30多岁就死了，翻经翻一百部论著，做一百论，就时间很短，做了很多的事业，做完了就走了。因为什么呢？到老了还有劳苦，反正你们都没老啊。你看，哎，老何，你不是还很好吗？苦里头自己知道，苦还跟你们说吗？老本身就是苦了，四肢不调啊，一会儿这抽筋了，一会儿那腿肚子又攥筋了，走不动了，爬山上不去了，人家跑得很快，你又落伍了，对，又有点危难，人家都跑了，你要坐着受吧，你跑不动了嘛，不是这样的吗？老本山就是苦，生老病死，你先要认识他，认识他，你没什么贪念头，放下吧，看破吧，这个世界啊不属于你的了，你早过时了，懂得吗？对，要这样来看，来认识自己，来认识社会，来认识人生。什么叫人生啊？无常的，无常的。哎，你还烦恼什么呢？没必要，不要想不开。对，连你这个肉体你都做不了主，你还做得了别的主？他说：“哦，我做不了主，身体做不了主，你的身体你自己做不了主。要身体是我的，不见得，根本不是你的。为啥？你做不了主啊？你让他不变，像我们这个给我写条子这个道友啊，他让我的慈悲开示，你别太认真了，你管管吧，痛就让他痛吧。”你光看痛是什么样子，我找找，拿出来把痛拿出来，痛你拿不出来，没有，对，我不是说白话的啊，对，大家知道吗？我住了33年监狱，苦不苦啊？拿不出来，过去了没有了。这你正受的时候也没有，你看开一点，看破一点，人生就这么回事儿。生下来就住监狱，再住100年也没事儿，而且在监狱里住吧，那时候多好啊！不要你自己做饭，什么都不要你操心，还有人保障你安全，门口还有2个卫兵、解放军守着你，你跑得了？你什么事都不要管。对，管什么呢？对，就管生死，生死，生，人家听说生，或者生得很好，家庭很美满，看着是快乐，这是不长的了。不论多富贵的家庭，对，你看看，如果是大家观察时候。他那不清净的现象，要是佛是很清净的，法力清净。看看各国的总统，过去有皇帝，看看那些皇帝，你看见他那个痛苦，他们以为是快乐，是痛苦，非常痛苦，一天的整的都焦头烂额的，有权力。权力使不上，就像刚才说的，病他使不上，不是由你心里想的，往往的最初开始的时候，
是阴，哈，跟他结果的时候才看到了，特别苦，特别苦。现在呢，我们大家道友听法出家是很苦，怎么苦呢？咱们世间的快乐，咱们一样都没享受到，世间的苦咱们都在受。但是我们这有个乐，这个乐是究竟的，叫了生脱死。了生脱死就乐了，没有烦恼，把烦恼转成菩提，把虚妄的假象转成真字。我们幻化的肉体修成了法身，到那个时候你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切都是清净的。因此这样来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法身，认识自己那个知，求知，这个知就是智慧。这个知要认识什么境界相呢？一切就是空的了，你放不下，空的了，空的了。在你痛苦当中，你观想痛苦是什么样子，什么性体。当你观观的时候，它就不痛了。有觉觉痛，无痛痛觉，观察这个觉性，观察这个不痛的觉性。当你看不破放不下的时候，你静下来思维思维，找找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本末因缘结果，这么一找啊，这事情没有了。这是看破的方法，即是看破的方法。跟你经验达到了，证得了，都破了。这种道理呢，要给一切众生说：悉微开示，无余言，别遗漏，别隐瞒。普使众生同无弱，让一切众生都明白这种道理了，那一切众生不都解脱了吗？解脱就成佛了。为什么说转这么大弯子？好多刚来听的，他听我这念呢，好多同学的道友天天讲这个，他懂了。他刚来的，他这老上说的什么话？是外国话中国话？是中国话，得讲翻译，是印度话梵文翻成中国话。那中国话这种道理再讲翻译，翻译成我们生活当中成佛是在世间相成就的，成世间的成就如来相，世间相非世间相。为什么这样说呢？佛在过去就是这样修的，这样认识世界的，这样认识人生的，他所以达到究竟了。他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得到一切智慧，像我们这样做呀，越做越糊涂，永远得不到智慧。等你得到智慧了，你也能放光明了，你的光明也骗于法界了。佛以本愿现的神通，什么是他的本愿啊？利众生，没有一个菩萨不发愿利众生的，不发愿利益众生，他成不了佛。佛门里头入了这个门，就有这么微妙。微妙到什么程度呢？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我们这小孩子一印了，一剃了头，他就要弘法利众生，就是这个。他入了这家门，
就要学这家道。这家道是什么呢？弘法利众生。那现在利益众生的本事没有，学问没有，能耐没有，那就得苦一点吧。嗯，他一天上好多课，那边上在家课，这边又上出家课，完了还得照顾老和尚，嗯，那很辛苦啊。但辛苦为什么呢？为得了生死，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当不了官，发不了财。但是他得到什么呢？得到了，就是他所说的发愿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好像是为了众生，实际是为了自己呀。不利众生不能成佛，换句话说，他想成佛，想成佛才利益众生。咱们这在位的道友，不能说全部吧，90%几想成佛，有成了佛才自在。有什么自在呢？觉悟了。嗯，佛以本愿现神通，一切十方无不照，那就智慧了，神通大了，十方都照了了。入佛往昔修智贤，光明王宗皆演说。他演说法的是，就像咱们现在上网，他是迷糊网，钻进去出不来。嗯，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光明王照料一切的，嗯，在光明演说一切法，十方境界无有间、无等、无边，各差别，没有等，换句话说，没有个等级，也没有个边线，到什么为止啊？没有，都没有，一切都是无尽藏。十方的境界本来是没有尽的，是无边的，但是你一念收回来，没有清净无言，佛的无奈的力发出了无量的光，在一切国度都能显现。这个最后是大福光自生菩萨摩诃萨，他显示出来如来遍法界甚深境界，甚深境界，甚深境界什么境界？没有境界，一切相境的幻化不实的，这就叫境界。普贤一人独入十法，普贤众名一法普入众生，海月光众单叹佛德，与自所入之法相似。嗯，以这个来叹自己的德，这一大段呢，这一品专占普贤菩萨的。普贤菩萨，所有这些个菩萨，异类的菩萨，那十普菩萨，他们所修行的法，所证得的，普贤都入，都证得了。嗯，那么说着，又说普贤众做什么呢？普贤众就十普菩萨，嗯，他是说普周众行，这十菩萨所修行的，普贤菩萨都具足了。那海月光这些个杂异类的菩萨，他们所入的法，乃至于所证得的德，也是普贤菩萨所具足的。嗯，所以普贤众中，加上一个净德妙光菩萨，净德妙光菩萨是文殊师利菩萨别号。文殊师利又云妙德，在法华经他往昔的名号德号就叫妙光，妙德与妙光意义相似的，跟普贤菩萨是相等的，是吧？以德为光，德的光就是用德来破除黑暗。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普贤十普当中表法的，表什么法的呢？表这个因果理智万恒具足
圆融无难，必须以信为助。这显示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初参文殊师利，最后参普贤菩萨，他得到了从凡夫到成佛佛国，说一即一切，一发心事成正觉，乃至在成正觉这当中这一切法，发心是一，学这一切法是多，一多自在无奈，无量劫就是一念，一念就是无量劫，实无奈，一念是最短的，无量劫是最长的，对，就是时间是没有定体的，没有定体的，就是总说这个普贤菩萨的含义，就是这些大菩萨等觉大菩萨，都是普贤菩萨相等的，今天我们就讲这里吧。